吴宣仪打卡环球影城，游玩后分享自拍美照，打扮时尚像极了美少女。吴宣仪通过微博分享了一组秋日出游的美照，与好友李子璇一同打卡了北京环球影城。吴宣仪在穿搭方面从未让人失望过，第一次去打卡环球影城，上到发型，下到穿扮，时尚前卫，漂亮迷人。来到影城之后，吴宣仪彻底放下了偶像包袱，拉上好友疯狂拍照，并且还戴上了可爱的头饰，摆出了各种搞怪卖萌的姿势。吴宣仪晒出游玩的美照之后，有不少人认为她修图太猛了，跟路人拍出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。原来，在吴宣仪还没在微博分享照片之前，已经有很多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偶遇吴宣仪的照片。客观来讲，确实有些不同，但她的身材确实无可挑剔。用游客的原话来描述，本人要比电视上要更加的漂亮迷人，特别热情有礼貌，与她合影没有拒绝，真是一个很 real 的明星。